站在这舞台上。好，那在继续讲话之前，我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的那个应援词。那应援词呢，跟以前一样，大家记得用喊 Maggie 啾就好喽。准备好了吗？也不算激烈一点，就是比较做自己的一首歌，那对比较轻快。那这个时候大家呢要记得做什么事呢？喝水。没错，就在喝水，要稍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那大家是不是也要让我看到喝水的那个动作？好棒！对对对，喝水喝水。好了。哎，是不是我拿了什么道具出来了呢？哎，大家是手上没有毛巾，我待会带来一首就是可以用毛巾挥甩挥甩的歌咯。对，那其实我也是很就是第一次以自己一个人的形式站在这个舞台上，那希望今天的表演大家都会喜欢，好吗？那让我听到，就是待会让我听到大家一起 so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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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对，我待会 cue 大家，然后大家记得跟我一起喊起来哦。那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你们爱看的爱看
曲子，那很快的，其实我们就来到最后一首歌喽。因为觉得时间过很快，我也觉得时间过很快，因为今天就是太阳很大嘛，然后我们还在喘，我也在喘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讲，来，大家喝一点水。其实喝水呢，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，会让我们的就是呼吸会比较稳定一些。所以记得补水好吗？来来，我看到大家补水哦，补酒也可以。OK OK， 对，那。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有回到这个舞台上，那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呢，其实是想要献给大家。因为我看过这首歌，就是我一看这首歌，我马上被这首歌打到。因为它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その先の未来へ》，有听过吗？没关系，因为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意思是，就是真的很喜欢大家，很喜欢在这个，对我来说啦，就是我很喜欢在这个舞台上。那这首歌待会儿就是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，好吗？跟你们讲，你们听到音乐绝对会打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也会在就是用我右手边的物贩区，就是会有贩卖我的商品。那有就是我限定的生写真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拍立得合照。那就是希望大家待会都可以来跟我聊聊天，好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专业，暴力小红帽 Maggie。对，我是暴力小红帽，我今天超级红。对，就是如果找不到我的粉妆的话，等一下可以到我的位置上，我位置上会有 QR code 可以给大家扫。那待会就是因为今天整场都还有一些很厉害的卡司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留到最后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喝水哦。那我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